8月20日0点钟声的敲响，为期3天的默默音乐计划金曲梦想赛N进80强的初赛已经尘埃落定。最终经过激烈的比拼，人气主播师大大以冠军的身份携手80强选手成功晋级下一轮复赛的争夺。从晋级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各大知名人气主播都顺利入围，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师大大以及洪小乔，他俩目前分别排名默默平台全国总榜第2和第1。除此之外，一些线下知名歌手也顺利晋级，彩云姑娘原唱董夏娟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青年男高音大乐，无心无痛原唱玄等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当然也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黑马主播，如笑笑、林笑笑、猪猪等人。在榜单中有一位女主播引起了小编的关注，她就是排名第7的小盛涵。虽然今年5月份才入驻默默，但她的人气那是相当了得，首次开播就连升15级。其实翻开小盛涵的履历，你会发现她曾在某外站平台获得总榜第13名的好成绩，也是外站人气最高的唱歌女主播。首次参赛的她能够最终入围 TOP10 吗？接下来是80强进30强的残酷比赛了，真正的高手云集，更多精彩的直播就在默默金曲梦想赛，主播努力吧。